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King Phone。 那么之前有朋友跟我讲，希望我做一期有关于中文宝可梦的视频啊。其实我之前是做过很多期的，有看我做 PTCG 那个卡片视频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看到我之前开了大概有十多盒中文的那个样子。然后第一弹呢，我肯定是不可能再开的了。然后我也是找了一本卡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全图鉴都集齐了。然后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全图鉴吧。然后由于这本卡册呢是就是传统的卡册是360页的嘛，啊，然后这次我们的卡呢除了金卡以外是358张，所以说我们有6张金卡，所以说是放不下的。然后我是刚好自己开到了2张金卡嘛，就刚好360页，剩下的4张金卡我就是没有去收集啊。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全图鉴吧。如果说是打牌呢，其实这里面有些卡其实还是很强的，比如说这张灭蛙花，其实到后期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强的了。然后还有我们这边 GX 的话大概有好多张，因为我当时自己开出了大概40多张，然后收还是收了一些，有一张举色速销，我当时收就花了很多精力去收。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喷火龙 GX 啊，或者说我们的卡普某某，其实这张卡的那个卡组现在也是很强啊，炎帝 GX， 然后凤凰 GX。 然后我这个排卡册呢都是按照它那个卡在卡册的序号进行排列的，所以说就是它下面左下角的话会有一个编号嘛，我是先放了 A 再放了 B。 这里都是一些 GX，然后包括卡普米名，其实也是一些实用卡了。凤凰的那个 GX 那个卡组现在的环境里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强的，包括这个月狼啊，索罗月狼的卡组也是就是比较主流的卡组了。可能后期我会做一期就是怎么样打牌，但是其实你只要买副玉组，里面玉组里都会告诉你那个打牌的规则。宝可梦卡牌的这个规则真的是很简单，上手的话我觉得即使是小孩子像小学生可能5分钟也应该就能懂这个规则，真的是很简单啊。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张索罗，我当时开了6盒的 A 盒，一张都没有开出来，然后这张索罗也是在这个环境里特别强的一张卡片。然后中文的话卡组我之前是组了一副啦，但是也没怎么打，最近因为事情真的是比较多。然后呢是一些我们的道具卡，这里就给他们简单过去了。最强的嘛当然是我们的古兹玛了。然后就到了我们的高罕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图人物呢，第一弹里面有2张，一张是我们的古兹玛，还有一张是我们的露莎米奈，我们的岳母。然后呢，木木萧、头羽萧的 S， 这些 S， 然后到了 SSR 呢，就是这些就是比较珍贵了，一般一盒的话就只会出1到2张，大概率是一张。有我们的居舍树萧，拉近点看啊，然后下面是巨甲武者。喷火龙和凤凰，当喷火龙我当时开出来的 A 和第一盒就开出来，还是比较欧洲吧。如果说是单收的话，应该是要700-800块吧。上面的话呢是我们的暴炎龟兽、电树木、月狼，然后暴击纹，这是月伊布、达克莱伊、索罗亚克，这一张我也是没有开出来，然后我去收，也是花了大概300-400块钱吧，300多。这张卡还是很又强又好看啊。SSR 的索罗亚克啊，然后 A 弹的话就是这些啦，还有3张我们的金卡，然后金卡我是放到了最后啊。然后 B 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阿罗拉九尾的 GX， 然后暴鲤龙 GX、 成龙 GX， 这张暴鲤龙平卡闪卡其实很好看。然后呢这边的超能系应该会有这张阿罗拉臭臭泥是比较强的然后还有太阳伊布、超梦，应该还有一张那个特别强的那一张迷你 Q， 不是迷你 Q， 应该是马夏斗还有我们的卡普爹爹 GX， 也是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比较强的一张卡了，基本上每个卡组都会去下它。然后这一张马夏朵，这张马夏朵很强，它是干扰，做干扰特别好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组牌的话，每一副牌放一张应该都是不会错的。这张马夏朵比较强。然后像巨鲸怪呢，其实也可以组啊，我有朋友在组巨鲸怪卡组了，反正我不是很熟悉。然后是我们的仙子伊布，我们的沙奈朵，然后音波龙 GX、 椰蛋树 GX 啊，这些卡呢其实就是平卡和闪卡，我开了大概2到3盒基本上就开齐了。但是这些 GX 卡呢真的是比较难开齐啊，因为它的 GX 的量真的是非常多可以看到大概是一弹里面有快30多张吧，所以说2弹60多张 GX 还是要收起还是很难，因为它一包大概只出7张左右，6到7张嘛。老温龙什么的，然后这边是一些然后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去开繁中的盒子的话呢，基本上这些道具卡呀、人物卡呀、然后资源卡基本上都是给一张，然后不会多给的，基本上都是给一张，有些的话会没有的话就是你运气比较差，基本上都是给一。然后这一张莉莉埃呢也是我收过来的，找了那个如果我看收藏卡牌的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闪光锦鲤大佬吧，闪光锦鲤大佬他650出给我的这张莉莉埃，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啦这个价格。然后阿罗拉六尾、范石蛇、铁哑铃，然后这些，然后 SSR 的话呢有我们的九尾，有我们的超梦、太阳伊布，都很好看。这一弹的 SSR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去无一德巨鲸怪，然后这个 B 弹的就很可爱的精灵比较多嘛，像沙奈朵还有仙子伊布其实用起来的话沙奈朵和仙子伊布也是可以组的，而且强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当时看我开包的朋友呢可以看到我当时开出了这两张，然后月神是重了一张。如果有看我视频的朋友有开到别的金卡想要跟月神换的可以联系我，因为我现在那张月神还在我这边，然后如果能直接换成别的金卡我也会很开心啊。然后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繁体中文，我是集了一整套，然后还是缺4张金卡，其他卡全齐了。还是如果说你要靠开包来集齐这些卡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很难的，因为我到后期还是收了不少的卡，然后集齐了这一本卡册呢，我就是把它永久的进行珍藏啦。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卡组可以用来打一打啊。然后如果说就是没办法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个整盒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如果想要入坑也是可以买预组来玩的。毕竟现在出了中文也是宝可梦官方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程度嘛。讲道理就是平心而论的讲一句，其实这个结果是台湾的玩家为我们努力换来的，所以说也是很感谢台湾的玩家，然后也希望大陆的宝可梦 PDCG 的环境越来越好，然后以后如果能有简体中文的版本的话呢那就更加好了。其实我觉得繁体中文我们应该是去感激而不是去谩骂或者说是抨击的。能有这个中文就其实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了。其实应该很感激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啦，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繁中宝可梦的这个卡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